白宫终于公开讨论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美国人快要一整年，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开始颜面尽失。这个重创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白宫终于对这个造成社会动荡、感染力极强的 Let's Go Brandon 的怒吼做出回应了。Let me ask one last question, if I can quickly. Across this country, we've seen this new phenomenon lately, chanted at sporting events and on signs. The phrase is "Let's Go Brandon," a sort of code for a profane slogan attacking President Biden. What does the president make of that? I don't think he spends much time focused on it or thinking about it.Yeah, 他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想这些东西。Yeah, 或许他应该花多一点时间去想一想这个东西，想一想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会跟上这个浪潮，为什么全美国各大的体育场合、各式各样的比赛、大型活动会有这么多人支持 Brandon 这个人。或许他如果想一想的话，他的民调支持率就不会烂成这个样子了。或许他想一下的话，他就不用这么担心民主党的其中选举到时候还要再做一个大型作弊了。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拜登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国人甚至这么多外国人大喊着 Let's go Brandon。 我们跟拜登不一样，拜登爱花时间在 interview 上面拉稀，然后说什么会出兵保护台湾，然后再说绝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种浪费时间的东西。这样浪费时间就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你在等市面上那种指甲油干一样，少说20分钟，比较差的30分钟都没办法干。 Niji News 的指甲油使用的是 Tamfree 的材质制造的，而且是 100% 美国制造，不会像在市面上的指甲油一样有那种很恶心的化学味，而且干得非常快。这个样子你就有时间可以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且颜色众多，而且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现在就去 www.nijila.com 购买这个 Holiday Season 还有 Bestseller Collection 跟 Holiday Collection， 可以拿它用来送礼，男生送给老婆、女朋友、女儿都适用。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就可以享受 10% off。现在就去 nijla.com 支持一个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让这个 Holiday Season 充满了漂亮颜色，而且不用跟拜登一样花时间在不必要的东西上。根据现在的民调显示，现在的民主党支持率非常非常的难看。我们常常说，而且也有真实的数字证明，例如说川普的支持率很低，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支持率很低，民调不可以相信。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民调公司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民调公司的数字民主党都烂成这个样子的话，真实的数字或许更可怕。这个是来自 Washington Post 的 ABC 民调，这个已经是个左派的民调了哦。上面说，如果其中选举就是在今天投票的话，共和党会占有历史上新高的优势，共和党的得票率会高过于民主党 10% 左右， 51% GOP versus 41% Democrat， 这个是其中选举。那么拜登前副总统的支持率呢，只剩下 41%， 这已经是我们找到他民调最高的一家公司了。我们还有看到 33%、38%、36% 的，有 53% 的人认为说拜登做的不好或者是很烂。看到这里，大家先用不着开心，不需要开心。我敢保证，共和党很快就会找到什么方法可以自攻了，因为几乎每次都这个样子。不管我们再怎么的努力，草根型的运动，保护儿童、守护教育、支持宪法、爱国，共和党都可以把他们变成我们要帮企业减税或者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他们会不会蠢到输掉选举？大概不会。但是共和党总是可以找到统治的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认为说，如果说我们讲这些社会议题的话，那就太危险了，别人会受伤，别人会难过，我们会失去支持的票数。如果说我们在大选的时候讨论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我们可能失去什么什么团体的支持，而且这些议题好脏啊，
我们这些上等人物、上流人士，我们不要讨论堕胎这个好分裂人群哦，对不对？而且这么多不同的医生，而且我又不是医生，我干嘛讨论这些东西嘛？我们也不要讨论什么家庭、婚姻这样的东西，太私人了。而且我们共和党的人的婚姻也有问题，家庭也有问题。那家庭问题这么多的时候，到时候万一被挖出来上新闻，多难看啊！我们就跟之前一样，继续讲减税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要的是成长，这些有争议性的东西少碰啊，最好不要碰。如果加州共和党有人在看我们节目的话，什么 Peter 郭之类的，我希望你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安全的东西并不安全，稳定的东西并不稳定。共和党可以继续搞什么 Mitt Romney 那一套，或是 Reagan 雷根那一套，现在的社会议题冲击下面，你只会拿到第二名。在很多比赛里面，第二名跟最后一名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第二名就是最后一名。简单的说，就是我希望这次共和党能够真正的为人民发声，真正的检查社会议题，不要当个小瘪三。川普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共和党的人支持？除了去除那些什么基督教的领袖，还有先知说他是神的仆人，他会拯救美国，一厢情愿的救世主言论的话，就是因为他对症下药，他敢讲出来这些议题，他是依照基本常识跟道德对错来竞选的。简单说就是，共和党人不要软弱，站起来赢得这次其中选举，不要跟之前一样，硬起来抵抗左派的体制，不是为了钱包或者是权力跟左派屈服。不用说川普，共和党目前最有号召力的一位州长是哪一位？就是因为他没有屈服。当联邦都说所有的学生、老师全部都要戴口罩，但是他说我们不用，我是州长，我挺我的人民，我签我的州的法律来禁止这些教师工会威胁联邦的扭曲事实的证明无法在我的州执行。这个人就是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跟一个因为没戴口罩而被禁止入校28次 suspended。28 times 的一个小女生上节目说，他们不会去。Go ahead. I'm not wearing a mask because you touch it and you have germs on your hand, and then you put it on your face and breathe in all the germs. That's right. So Governor, I remember in the summer you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mask wearing was optional in the public schools, but then the Palm Beach County schools said, you know what, you got to wear a mask. So you know.Kids like Fiona are caught in the middle. So we've had a lot of litigation since then. Fortunately, we're winning all these cases, Steve, and I'm going to have a legislative session come in, a special session, primarily to deal with protecting people's jobs against COVID vax requirements. But we're also going to address this issue of our parents' Bill of Rights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strong teeth in it so that if you have a situation where Fiona's forced to do th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her mother wants her to do, then the parent ultimately makes a decision.So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that, and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folks are able to go to school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for them and for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Ron DeSantis 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人物。第一个，他只是一个州长，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利用这些议题，不断的上全国的新闻。第二个，你刚刚看到的新闻画面，他坐在一个很无助、被自己的联邦政府还有学校攻击的一个小女生。第三个，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这位州长学习的，就是他持之以恒。绝大多数的共和党的人都会软掉，他们跟自己辩论，人民的利益对上国家的利益，再对上党的利益啊，那还是自己的利益最重要。所以说，他们就让民主党在他们的价值观上面撒野，最后自己什么都没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民主党就用金纸折一堆青山，让你在地狱里面慢慢烧。像说 Liz Cheney 还有 Mitt Romney 这些 Rhino， 那有些共和党的人他们会一直很努力，然后通过一些什么总统的行政命令啊，或者是国会通过一些什么东西，甚至立了一个保守派的一个法官，过了之后呢，他们就不见了。但是民主党比我们都还要坚持，你想想看同婚这样子的议题。所以他们不断坚持的下面，一点一滴的就冲刷掉所有的努力，全部都不见了。但是像
DeSantis 这个样子的州长，他发布了州长的行政命令，说学校没有资格强制学生戴口罩，而且他就一直去做这件事情。只要有学校威胁他的学生，他就出来说，而且带着父母，带着小孩，在帮这些很明显被打压的人，带着他们上电视，帮助他们拥有他们原本就拥有的权利。当这些学校违反他的行政命令的时候，他让全部的人都知道，他把学校告上法庭，他带着8岁的小孩上电视，因为他跟民主党一样，他很坚持他的理念。而跟民主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正确的，他就会赢，他就会更有人气，他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很多共和党的人说他们不喜欢川普，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说 Ron DeSantis 这个人很棒，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可以跟这位州长一样，或者是学一下，不要这么软弱。对于正确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坚持，包括自己的梦想。例如很多基督徒读完圣经，或是正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很想去一趟以色列走一走，看看以色列是不是真的像电影一样那个样子，或者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现在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加南美地旅游公司推出了埃及以色列蒙福之旅，亲自去一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去走过的地方。很多人会问，圣经到底有什么真实性？圣经的内容到底有什么证据？亲自去走一趟，看看证据是什么，看看神迹是什么，看一看历史是什么。那些3-4千年的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说有多真实就有多真实。不像你去北京那种古迹，只有地名是真的，其他都是重建的。真的是推荐所有的基督徒都去一趟以色列，真的会改变你的人生，还有你现在看圣经的感觉。现在就打电话给加南美地旅游公司的 Wendy 或者是 Pamela， 1-877-737-9937， 1-877-737-9937。打电话的时候说你是 AI News 的观众，这个样子就可以有特殊的优惠哦。不止这个样子，还可以帮助一家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同时又可以开心的吃喝玩乐。千万要记得，人活着不是为了要活得更安全，而是要活得更丰盛。现在就去加南美地旅游公司亲自去一趟以色列，完成我们人生当中其中一个愿望。好，我们现在再回去看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我们需要像佛州的州长这个样子的人来学习，我们更需要这个样子的人来带领，也需要变成这个样子的人。因为民主党跟左派非常的持之以，接下来这个新闻我之前就已经警告过大家了，他们就是要来搞你的小孩，他们就是要把你的小孩当成性具、性爱玩偶。我们一直在被说什么 QAnon 啊，然后阴谋论啊，什么恋童癖、天主教，怎么可能发生嘛？ Well， 有的时候不是阴谋论，有的时候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就摆在你面前。他们就是一群恋童癖。一位来自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的教授Alan Walker 说，我们不应该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恋童癖，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辞，我们甚至不应该叫他们恋童癖，因为这是歧视性的言辞，他们只是性取向是小孩而已啊，这是他们个人的性癖好，是应该要被尊重的，应该要被接受的，他们应该要被叫做MAPS. I use the term minor attracted person or MAP in the title and throughout the book for multiple reasons. First of all, becaus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use terminology for groups that members of that group want others to use for them. And MAP advocacy groups like Before You Act have advocated for use of the term MAP. They've advocated for it primarily because it's less stigmatizing than other terms like pedophile.A lot of people, when they hear the term pedophile, they automatically assume that it means a sex offender. And that isn't true, and it leads to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about attractions toward minors. I've definitely heard the idea that you brought up, though, that the use of the term minor attracted person suggests that it's okay to be attracted to children. But using a term that communicates who someone is attracted to, it doesn't indicate anything about the morality of that attraction. And non-offending MAPs, by definition, do not abuse children, so their behaviors are moral. But they're still being subjected to this same idea that they're bad people. Yeah. 没什么不对的啊，没什么不好的啊，道德上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在这个自由进步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有一点偏见，包括恋童癖，我们不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他们也很无奈啊，没有什么道德败坏啊。我们来跟着这个男士的逻辑往前推理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违反道德的？为什么对于一个年轻的小孩有性冲动是一个违反道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性侵那位未成年的小孩的话，那为什么会是一件没道德的事情呢？就像说，如果你只是看一个小孩的色情片，甚至不用色情片，就那种日本的什么变态的小朋友的 A 漫之类的色情漫画，有什么不道德的？小孩的色情片还可以讲说，哦，拍片的过程当中都有变态的行为发生在小孩的身上，虐待小孩的事情发生。那么 A 漫呢，对不对 ？CGI 呢 ？3D 呢 ？Deepfake 的换脸技术呢？没有小孩，没有孩童在拍摄过程当中被伤害啊，那是不是就不算没有道德了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好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样子的东西看了其实很不健康。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被告知我们只要得到同意就好了？很多人会说小孩不能做决定啊，他们不会做正确的决定啊，而且这个是对自己好的决定啊，这个是连左派自己都不相信的。因为这些自由派的脑残不仅认为小孩可以为了他们自己的性生活做决定，他们连自己的性别都可以做决定，他们认为可以对于自己的生殖器存在与否做决定，他们认为说五岁就可以做决定要不要摧毁自己的性器官，而且不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他们可以否定自己的性别，就算跟事实完全相反。但是自由派的人士认为他们可以做决定的。那么为什么像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变态做的事情会是不道德的呢？因为决定不是所有的事情，决定不是所有的原因，不是只要得到同意就好了。因为有些事情就是错误的，有些欲望就是错误的，在宏观上面是错误的，客观上面也是错误的，客观上面是无序的。这些东西不只是内心里面的怪癖，而是道德层面也是扭曲的。我们要知道有些欲望是错误的，如果这些欲望是不情愿的，不自愿的，那就是个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非自愿的欲望，不管是像刚刚那个变态的恋童癖，还是看色情片、出轨，甚至吃东西吃太多、喝酒喝太多、开车开太快，我们有很多的欲望，很多的错误。我们如果不理这些欲望的话，甚至纵容这些欲望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一个罪了。有欲望并不是一个罪，但是纵容这些不情愿的欲望就是一个罪，放纵我们自己跟随我们的欲望就是一个罪。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已经没有任何的管辖空间了，因为我们不太能谈论这些东西。在学校、在工作场合，我们不能讨论罪、原罪、恩典、救恩、救赎、正义、邪恶、美德这些东西。教会里每次什么福音营啊，或者是退休会，很多人就会上台说福音是你随时都可以去做的，传福音是你随时都可以去完成的。你上班的地方啊，你上学的地方啊，在餐厅吃饭啊，只要有机会你就可以传福音，只要你想传福音就可以传福音。但是你不知道吗？传福音的空间正在被压缩。 Chick-fil-A 只是捐钱给用圣经带给同性恋族群救赎的一个组织，就被左派包围起来强迫关闭。在 YouTube 上面讨论跟圣经还有跟现代社会有关的连结全部都会被黄标。我们的生活被逼着只能讨论一些很肤浅的欲望，没什么科学根据的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健康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再讨论道德了。左派最强的攻击就是把你的道德还有你的宗教从政治跟生活当中挪开，导致现在的左派在帮恋童癖找借口，因为这是他们天生的欲望，他们有 pursuit of happiness 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他们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谎言，就是我们的欲望是不能改变的，欲望是我们天生的习性，天生的生活方式，所以你必须要随时的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能让你去爽的话，那你就去做，你不应该压抑任何的事情。这个就是过去70年以来的性解放运动，因为正义的人得到了权利，什么都不做，他们一点都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跟信仰，
这一点就跟我刚开始提到共和党人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敢谈论，只敢说我们来讨论减税吧一样。这个时代会堕落，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什么都不敢做，我们的教会不敢讨论社会议题，不敢讨论同婚，不敢讨论堕胎，不敢讨论教育，不敢讨论政府如何压迫我们的信仰，我们只讨论什么家庭关系啊，教友之间的冲突啊，教会要合一啊，然后教会没钱了要十亿奉献啊，然后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会讨论说，为什么年轻人无法留在教会？为什么 80% 的大学生去上大学之后就离开教会了？我们要跨越，我们要突破，我们要革新。到了30月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跟 Joe Biden 的白宫发言人一样， We don't really spend time to think about it， 我们不太花时间去想这些事情，还有这些之前算是重要的议题，这些议题会造成分歧，会造成分裂，会冒犯人，十一奉献会减少，而忘记了年轻人会离开教会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教会准备他们离开教会。当教会不再教导道德、美德、法律，而是一天到晚把罪贴上包容、接纳、合一的包装的时候，年轻人就是会离开教会到世界上面去。很残酷，很可惜，很可悲，但是我们其实跟我们讨厌的 Joe Biden 没什么两样。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我们的看看留言吧会改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这个样子亚洲的观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看首播，所以明天早上6点见。